最好赶快跑，即使你已经准备面对自己的命运，现在也不是结束生命的时候。 这次还是走为上计，活下去卷土重来。希望下次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猎食者并不是唯一的危险，随着。 石油污泥到处都是，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。但是有些生物已经适应了新环境，并做出了改变，或者说进化。 把所有东西都打成碎片。 所有东西都打成碎片。
剩下半条命了。所有东西都打成碎片。一个曾经的锦鸡盒子，真少见。那个管子看起来很脆弱，用爪棍应该就能搞定。是时候找个路出去了。对，我说真的。莫克在危急情况下会通过都打成碎片。把所有东西都打成碎片。